拉罕还得学他最末了的一个功课，这一个功课也就是他起初所学的功课。如果但是问题在亚伯拉罕与以撒发生了怎样的关系？阿们，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最深的功课需要。以撒是神所给的恩赐，我们在神面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在没有得着恩赐以前，我们的手是空的，我们会与神交通，与神来往，等到得着恩赐之后，我们的手是满的，就不与神交通，就不与神来往了。当我们是空手的时候，我们是用空手与神交通，当我们的手接了恩赐，就因为手里有了恩赐，我们就以此为满足，我们就不与神交通了。神要在这里教训我们一个功课，就是恩赐要摆一边，我们要完全住在神的里面。是神给我们一个经历，并不是给我们一生一世用的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根源是神，不是经历。生以撒是一个经历，但这不是父；生以撒是一个经历，但这不是根源。阿们。所带给我们的恩典，阿门。把我们知道一切的根源都是属于你，都是属于。这是我做的啦，因为我经过，但是我里面没有加料。加料吗？谢谢你供应我们丰富的灵粮，还有洁净的饮食。阿门，感谢你，阿门。阿